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 見到我後面的背景就知道我不是多人多了。正所謂計劃趕不及變化，我現在就身處於這個瑞士的蘇黎世。放心，這個並不是旅遊節目來的，一般人去的地方我都是不會去的。雖然我現在身處於這個很出名的不知道什麼大道，但是我們就會去看一些沒什麼人會看的東西。 Let's go。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the final station. Please disembark. La navette arrive en gare. Veuillez descendre. Goodbye. Au revoir. Ouvrez le voyage.咁難得嚟咗瑞士，但除咗瑞士軍刀同芝士火鍋之外咧，其實我對呢個地方都真係冇乜認識嘅。但係啊，相比起 shopping 同埋食好西，我更加想體驗一下呢個地方嘅人民風俗。所以就算有買到交通工具嘅 one day pass， 但係未到好攰嘅時候咧，我都選擇慢慢行嚟睇下呢度嘅生活。呢條大街非常之闊，非常之好行，亦同時間中間係有叮叮，交通都非常之方便，而同時又有預留位置種植街邊樹，令到成條大街都有樹蔭。只不過呢個時間已經落咗好多葉啦，睇唔到。然后行晒成条大街，终于咧就去到第一个目的地啦 ，Old Botanical Garden。直接由火车站行去咧，其实十分钟就到啦。但系我周围行又一边影相，差唔多成个钟先去到。佢好似一个细版嘅 Toronto Botanical Garden 咁样，又或者好似一个大少少嘅信号山公园咁。我到的時候大概是下午一點幾，但都不要覺得有什麼人。如果是秋高氣爽的日子，應該會很多人吃完 lunch 過來行下的，又或者直接買外賣在那裡吃，都挺寫意。
不得了啊！冇谂过会喺瑞士会见到有竹啊，好正啊！有唔同嘅竹啊，有细啲啦。你问我咩品种，我都真系唔识嘅。不过你见到佢都生到几高下。有个牌讲咗关于竹嘅嘢，虽然睇唔明，全部都系德文嚟。但你看到真的有一个竹林深处人家，很明显这种竹应该我估都可以适合在加拿大生长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随时都是会落雪的嘛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种子可以攞回家。不得的不得的，非法入境不得的，没这回事。阿仙啊，柴老板是加拿大的树啊，这一棵这一棵是泡泡，竟然会有加拿大入品入口的树在瑞士都见到，不得了，好像见到大部分的植物和加拿大其实都非常之相似，我那个气候都是差不多，那个 hardiness 松应该都是去到松 5 那么低，那所以应该去用的植物呢都是园艺品种的话都是那一类，这里看到有个 Holly 啦，看到冬天非常之靓，因为结了果的 Holly， 但是就啲叶有刺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大家看看地下的石路，虽然看上去其实是像真石来的，并不是砖、也不是石屎。刚才在马路上便见到马路隔离行人路，见到其实都很多这种路，我想整个欧洲都是这种铺用真石来铺路的方法，很漂亮，很古典，很中古世纪。诶，呢度呢一棵系咪 Mughal Pine 啊？定系 Red Pine 啊？睇落似 Red Pine。终于有两个人啦！我想如果有葉应该会种更加靓。但相比加拿大这里都仲有啲葉蒂。大家见唔见到这里这一棵是 fir， 很明显的果实。它是因为向上生的。一见到向上生就是一定是 fir 的。如果是 spruce， 就是会向下生的。Pine 都是。呢度啊，隔篱啊，哇，有棵 maple 啊，呢棵睇嚟系 sugar maple 嚟嘅喎。头先讲到竹嘅种子咧，其实竹好少开花，我唔知有冇大家听过。竹开花嘅话咧，通常咧就会有灾难，咁所以咧喺古代其实好似好少见到竹嘅开花。所以竹通常繁殖都是靠插枝，或者靠他们用同一支竹来做个 propagation。 有机会在加拿大都试一下先，整个竹林深处人家在自己家里先。这个公园仔很正，好像在多伦多都没有这种会种这么大棵树
而又在鬧市中間的公園，有些奇怪，其實亦有些有趣。因為全部都是 maple 嚟，但係咧呢幾棵 maple 應該都很老，因為很粗。但係佢用了一個很有趣的修剪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下上面，全部咧都會令到佢起樓咁樣，完全係為了一個高度，亦都其實好似呢一個修剪方嘅方法叫 Pilates， 就係咧喺佢嗰啲枝節嗰度咧，全部都係 cut 曬。咁形成咧，好似而家一個好有趣嘅樣貌咯，係咯，好靚喎！繼續，嚟到第二站啊，就係呢個喺車站喺 Zurich 車站附近嘅呢個 National Museum 啊，本身咧。唔係 National Museum 咧，都係我嘅目標之一嚟嘅。但係咧，佢後邊都有一個公園嘅，我好想過去睇下先。咁啊，頭先喺車站嗰度啊，而家有個 Christmas Market， 啱啱買咗杯 Mood Wine 呢個紅酒嚟補充一下體力先。咁我哋咧就而家就會出發去後邊個公園睇下佢啲。植物有多靚，好像在瑞士這裡呢，就會看到這些在中間種了很久的一大棵樹，這棵是走近一點看看，應該都是 maple 的，很漂亮，很大棵，在加拿大好像就算在多倫多的任何地方，好像尤其是丹灘都很少那麼大棵 maple 會種在一個 public area 裡，正！這個不用沙的，這個用石春的，應該容易一點，難行一點，我想方便一點執掛。哇，這棵很老的 maple 啊，兩棵，好靚啊，仲好直添，哇！去到三十尺，
呢度嘅 National Museum 5:00就已經關門，由本身仲光光地嘅入去，跟住出嚟嗰陣時咧已經黑曬啦，仲落咗好大雨添。咁但係好好彩咧，呢個 museum 咧，因為佢喺正呢個 main station 隔離啊，咁所以咧唔需要好特別咧，就可以搭翻火車去機場啦。冇錯，今日咧其實係一個 layover 嚟嘅啫，本身 layover 2.5小時嘅，咁但係唔知點解最後係 layover 咗12小時咧，咁所以咧就趁住呢個時間就偷偷地，都唔係偷偷地出咗去喺蘇黎世玩咗半日。蘇巴咧今日都唔係好凍。相比起加拿大啦，有少少遺憾咧，就係冇太陽咧，都係多雲，咁影唔到好靚嘅相。但係蘇花今日見到啲歐陸色彩嘅屋咧，同埋啲建築物咧，都覺得非常之心曠神怡啊！佢完全好似真係去咗另一個世界咁。希望下次可以去其他歐洲國家睇埋其他嘢啦。今日其實都唔係睇到好多嘢，因為孭住成個背囊啦，都好鬼攰。但最好呢就真的去了一個 Botanical Garden， 本身我看到它有一個 tour 就是教人整啤酒，很可惜啊，真的沒有去到，因為遲了一點，不過不要緊，下次有機會有藉口再回來可以再玩過。下次出片應該就會見到大家熟悉的城市了，那暫時就是這麼多了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和 share 啦，還可以 follow 我的 IG， 現在我已經很積極地去 update 我的 IG 了，是有其他人看的，我是 Leo， 我們下回再見。